建部，今天的生活课要教大家的是旧衣大改造，一点都不难。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电视夜间部。哎呀，又上课啦！刚刚阿任任有说到啊，我们的旧衣改造一点都不难。没错，就是我们今天要上的课。说实在的，我也知道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呢、啊，几乎都有，比如说过大或过小，或者是过季的衣服都不穿。对啊。那几乎都是像我就直接拿去那个什么旧衣回收，就回收掉，或是给一些就是那个孤儿院的小朋友，就是比较小的孤儿院的小朋友，小的衣服啊，像那个短的 T 恤啊、背心。我都是给我的表弟表妹们比较多。哦，因为我家里最小的嘛。哦。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只要稍微做一点巧思，旧衣服都可以变成新衣服，还有可能变成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帮手，而且。这样其实还蛮省钱的，你知道吗？这绝对省钱啊，对，不用花一些大钱去买一些什么新衣服啦，经济实惠又很环保。但是这中间你必须要有一些就是技巧哦，要教你怎么来改造它，好，还有一些缝纫的技巧。其实说到这个缝纫技巧，我们族人很厉害。对啊，你看像我们台湾族就十字绣嘛，对，这个绣衣服，然后还有你们那个拼布，拼布，这都我们族人都很强。对啊，对，这是我们女人妇女最基本的。对，如果不会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有所谓的这个八大伞嘞。我们今天不是讲缝纫吗？我们就来听一下。代表说这个技巧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同学们已经就是跃跃欲试，像阿布斯就很想要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旧衣回收大改造的经验。部落妇女的代表嘛，对不对？我们来问看同学有没有旧衣改造的经验。有。阿布斯有，就是那个裤子快穿不下的时候，有没有？本来很长嘛，把它剪短。不是变裙子就是变短裤、就可以当工作裤这样子。这个还不错。是哦。对。还有谁？甄嬛。看到我这身的劲装。你不会是跟我说你这个衣服是自己改的吧？没错，我是我自己改的。哎呦，我跟同学一起改的。你怎么可以把那个卡拉 OK 的灯拿出来？对，所以我今天一整集就是要一直这样转就对了。这样麻烦你点一下那首歌《2013》。OK， 讲一下，分享一下你这个衣服是怎么改的、啊？就是这一般的那个西装外，因为那时候太大了，我想穿不下，然后就想说做一个更比较舞台性的效果，然后就非常舞台去钻了那个垫肩，在里面跟店家要那个球吗？对，然后再没有去跟对去没有去买哪去买一个比较便宜，大概200-300块的那个镜面球，然后把它一片一片把它贴上去，拆下来，再贴上去，再粘上去，对，再粘上去。哇，这很费工，好厉害。你是什么因缘机会之下你要做这件衣服？那时候在比赛表演的时候，就是靠了这双衣服让我成名了，非常有型。还有另外一件，还有另外一件，就是我们的模特儿。哎呦，模特阿拉斯，这也是甄嬛你自己做的。对，这个欢迎来到地球，欢迎。稍微你介绍一下，这个衣服呢，它就是这也是很我爸爸的衣服啦。风衣是？对，风衣。然后你看这些东西，其实它是用纸张做的。纸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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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矿像纸啊，什么什么的。对，然后去做那个像那个光速战记的那种感觉，很有非常厉害。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实它有在闪，有 LED 灯。现在我们现场，好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接触？因为太久了，所以接触不了。有了！感谢我们的模特。这个时候一定要来点音乐啊，是不是？这也太像。在夜店里面的感觉。对。助教，发现如果在施工的时候，有没有也可以刚好带他过去找他嘛，对不对？对。有时候不错。对，有时候晚上去打猎的时候找你就对了。哇，那个周边都亮起来了，有没有？真的很有。那等一下阿拉斯就是要去停车场领他的太空船啦。师姐，像我们泰雅族是比较豪迈一点，我们主要都是，譬如说像短袖，然后夏天的时候就直接把它裁掉。
然后就把这个袖口撕掉了，变成背心那种感觉。然后就可以工作去。然后还有一招很方便，就是你这衣服这边有污渍嘛，对，那我们就把它剪在一条一条，感觉很像透风，其实掩饰那个污渍就看不到。比如说被酱油滴到有没有？这一块我就把它剪掉，对，直接露肚子，哎，厉害，不错，好啦。大家都有改造的那个就医的经验，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很厉害的教授。这位老师他非常的厉害，嗯，因为他从小呢就是在一个旗袍师傅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的，而且他有20余年的制作衣服的经验，这样子，对。而且这个老师他也是甲级的那个技术师，就是女装甲级技术师，哇，对，甲级的哦，嗯。对不对？很高的吗？很高，最高甲乙丙啊！不是，还有那个甲上甲下。好了，我话不多说，赶快来欢迎我们的林惠美老师。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林惠美 Amy 老师。很高兴来到电视夜间部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然后同学都很活泼。青春的气息，因为我年纪毕竟大了，没有了。老师的发型非常的时尚，跟大家认识，谢谢。今天很开心，你看老师今天有带到很多那个我们的，这都是你的作品吗？嗯，对，哎，这都是我作品，然后完全都是由旧衣下去改造的。哦，也就是说你不能穿的旧衣，或者说其实还 OK， 只是你穿腻了，你想要变个花样。包含我自己身上穿的完全都是去改造的，就是利用旧衣去改造的。那今天刚好有作品吗？我们从老师那一侧的人形 model 来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不好？像人形上呢，这一件这人台上的那个 model 的完全都是用男生的衬衫去改造，其实都是一个方法去改造，包含我身上穿的这件。男生的衬衫，对，男生的衬衫只是用一个方法去改造，但是有各种的穿法，可以把它当裙子穿哦，然后你扣起来也可以当一件上衣穿，那像我就可以当外套穿，就很多种的穿法。那过去那件红色的是也是由男生的 polo 衫，你知道吗？我们男生冬暖都比较强壮一点嘛，对，然后把男生的袖子取下来，然后稍稍的动一下，就变成一件女生的洋装。他这件是 polo 衫的，同学，哇，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因为像我们个子比较娇小的女生，她其实这件刚好就可以当一个 one piece 的洋装，一件式的洋装，对，而且 polo 衫的材质又非常透气，就是又很吸汗，真的很厉害。那个帽子呢？帽子的话是牛仔裤啊，然后裤管剪下来的，不要。比如说我们做个包包以后，上半部取的做包包，有剩下的裤管啦，你就可以这样一片一片把它接成，那就是一个帽子。然后隔壁上面的那个毛线帽的话，冬天我们不是有立领的那个毛线衣，有些人很不习惯，对不对？会很不舒服，对，剪下来就是一顶帽子。那我刚刚看到这个。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个跟我们原住民泰雅族的图腾蛮像的，就好像很民族风。对，这个同学要不要猜猜看，它是什么的改造成的？有没有人想要猜猜看？快点快点，师姐，地毯，对，小美答对了，就是踏垫，这是踏垫，脚踏垫，然后完全一刀未剪。完全手缝啊，很简单，最简单的那个手缝，每一个人都会缝，不需要裁吗？不需要，直接缝起来就是一个包包，就是一个包包，然后等到你用脏了、用旧了，你就把那些线拆掉，那又是脚踏垫，太厉害了，太神奇了。除了这个包包之外，其实老师今天带了非常多牛仔布系列的作品，对不对？对，这个一系列的哈，都是用牛仔裤下去改造而成。像这一个的话，这个是我做了那个大包以后，下面的裤脚做大包以后剩下来的，看一下应该看得出来，它是一件牛仔裤的哪个地方？就上口，对，因为我用了只剩下前面的上半部了，但是还是可以再利用。真的好可爱，加了一个绳子而已，它就又是一个包了，很简单，非常简单。那你裤脚呢？简单，裤脚就在这个包上面了。所以你一件牛仔裤可以做大包跟一个小包包。然后你看它这个很大的一个包，你只要再花一点巧思，它还可以变成缩小一个包。缩小一个包要怎么弄？只要加一个链条。要加一个链条，下课再告诉你们。那么长，很可爱，这样子。
面条，然后这个也是裤管下去改的，这个超实用的哦。是，它这个是这个是装笔的那种工作袋吗？哎，对，可以当成工作袋，你要装笔啦哦，那家里有遥控器啦什么的哦，各种东西，然后旁边还可以塞杂志。哎，真的，而且是挂在上面的信件啦，对，它是双面的，要双面翻面给同学看清楚。哟，这好实用啊，它两边都可以，中间就可以放杂志。我觉得这个是办公室坐办公室人最需要用到，比如说有文件夹，放笔啊。把那个杂志啦，或者说你想要 A4 纸啦，或什么都塞进去，非常的方便。我觉得好时尚。小美要疯啦，你想要问价钱？对，要马上用了。这个很实用啊，这部分。他根本就在想说，我当初丢了一堆的裤子，没有想到可以做成这个样子。真的。老师，其实同学们今天都还会有机会，老师会教大家怎么做。是的。那老师这边想要请问一下哈，我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到很多的工具嘛？对。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分类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会使用到哪些？是的。其实你家里只要有针、有线、有笔、有剪刀，你就可以做了。哦。不需要到时候说啊，非常的专业，因为我们做的只要自己喜欢、自己高兴、快乐做，这样就好。是，老师这边你有带来图卡，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基本上的话啊，你只要有一个尺，那尺你像你文具店就买得到的尺就可以了。我们只要画直线，然后做记号用啊。那笔的话或画片，如果没有画片的混片的话，你有笔也 OK。哦，铅笔就可以记号，铅笔、色铅笔家里都有嘛，哦，那来用就可以了。然后剪刀。是剪刀是要一个会裁布的剪刀，这样就好了，因为牛仔布厚，对，可以裁口钳。哦，斜口钳这个是在做装饰用的，比如说我们有要打鸡眼什么那个装饰用的，这个的话就是画龙点睛啦，但是不一定要。是哦，最需求的就是针线，家里都有。对，这个我比较好奇的，为什么会有钉子的那个锤子，钉子的锤子？这个就要做装饰用，我们不是像哦。那个什么珍珠身上那个铆钉啊，哦，铆钉就要用锤子，对对对，就需要用个锤子去固定它，这样。哎，那说到锤子，它很好用。嗯，你们在改牛仔裤的裤脚的时候，会不会碰到一个毛病？就是说裤脚太厚了，你没有办法车子过不去，怎么办？铁锤拿来，它不乖。打一打他，布就任性的部分吗？任性的，对，敲一敲，然后他布就会很乖很听话，他就会让你成功。谢谢老师，谢谢。哦，同学们获益良多哦，一开始，谢谢老师教学非常的生活化哦。没有错，这只是第一节课，那接下来下一节课呢，我们要教各位同学。该如何去修改裤子，甚至用一些布料就可以做出一些生活上面的好帮手。没错，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我们最精彩的电视夜间部。就是因为我的腿哈稍微的短了一点，但是很多时候都要修改裤子。快快快！快点做！哎，对，我这个时候很需要妈妈。那不来有没有不吃啊？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老鹰的翅膀下喝咖啡。At least if those baby bees are crunchy, maybe I can eat them. Otherwise, I don't know what I'm going to do. You know, 他们刚刚说很开心我们来。They said we were the first people who came up here to shoot this episode her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穿过高山。从都市到部落，我们用劳动换工，拜访族人，这就是部落二人族。有一些故事你还没看见，有一种声音你未曾听见。原住民纪录片系列本周将播出戏剧短片《尾巴》，播
部落青少年文化成长班另类招生，五五的山林智慧传承有谱。11月21日周三晚间，原声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观察不同的生活现场，寻找原住民影像生命力。我们要教各位呢如何 DIY， 然后来修剪我们的裤子，对不对？当然我们要请我们的同学有带他们的旧衣，对，那也要请老师来看一下我们同学带了这么多的旧衣可以来做哪一些，是不是可以做包包、啊、哇，琳琅满目呢，哎呦，很丰富哦。老师来稍微看一下。好，牛仔裤的部分我们就不讲了、嗯、上一堂有讲过，来、嗯、我们来看一下哦，像这个小朋友的衣服、啊、这是谁的？这一定是阿布斯。像衣服它是有点坏掉了、嗯、可是又觉得很可惜、嗯、对啊，像上面这个图案很 Q 很可爱啊、嗯、我们就可以把它应用在那个就是装饰上啦，还有那个数字啊或英文字母都是很好的素材哦，所以可以用来装饰就对了，对，可以用来装饰。像这个皮带你一定不能做成包包了吧？对啊，皮带是不能做包包，但是可以当它的附件啊。哦，你一个包包你没有带子没有提带或没有背带你能用吗？可以，这个倒是很好用哦，你随便哦，但是比如说我们一个背包然后做一个背带装在两边，这样子 OK 啦，这样看起来就真的很有那个样子，有型哎，就很 OK 了，所以这个不要丢，很多东西真的都不要丢，它是非常好用的。那我再来考老师了，老师你看这个是谁的？这是谁的？举手。珍珠的是不是？这个你要怎么改呢？这个太皱了，这个衣服。它不是皱，因为它本身就是这个样子、啊。对呀、啊啊。那像这种花布其实还蛮漂亮的哎、嗯。那这可以做什么？很简单啊，你就这个束口我们就把它保留着，穿个绳子，下面扯起来就是一个束口袋，你放一个化妆包啦，哦，小东西啦，都很好用啊，真的。我再剪下来。它本身这边就已经有一个束口的功能。对呀、啊，就不用再另外再装。哎，对，橡皮进去还不错。还蛮不错的啊，对对，真的考不倒老师哎，对啊，好厉害。那看我刚刚有看到一个，你有看到什么？像这样的花，花花的裤，这个就是我们海滩男孩。是因为我海滩裤很多嘛，我想说这种布应该要改成什么样的款式？是一个哈，我们经常我们看那个环保袋有没有？是，一样啊，这个花布大花布的袋来做一个环保袋，超酷的。不甜，不甜就没有想到环保袋这个答案。对啊，他以为是想说可以做成一个比较时尚的，很抱歉，你这种就是环保袋。环保袋哈，你不要小看它，它功能很大的，非常的好用，是放在哪个地方都很好用，而且帆布的材质又可以有点防水嘛，对不对？对对对，是非常好用的。那这样子，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知道说，你们这些旧衣回去可以用成什么样的作品？同学一定很多问题想要问，对不对？在日常我们在修改衣服的时候，我们又遇到哪些小困难？这边可以直接来对那个林老师开放发问时间，小美。好，老师，我想问那个，因为有些衣服它可能是断布。它可能就是你在剪裁的时候可能会掉线这部分、啊、然后那种布可能是比较去做一些剪裁的部分、啊、然后有没有想到它要如何去避免这方面的那个断布是勾纱还是会跑线？就是它那个就是会脱线的、啊，有一些我这不知道它是断，有一些布料它的线会一直脱。哦，你是说它会毛边是不是？对对对对，毛边、哦。所以老师这个我们要怎么形容？哎、那个是毛边，就叫毛边、通常你要把它做成衣服的时候，哈、你不是把它车成光面，不然你就是花一点钱请人家考课。同学知道把那个边吗？考课是什么？老师？考课，它其实是有点类似像车布边的，对对对，一个东西。你把那个布边固定起来之后，那个线就不会脱落。对，应该是讲我们以前讲车布边啦，然后考课是专用的名，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的名词啦，叫考课啦。是的，那是同样一个东西。哇，下一次我们碰到那个毛边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考课，不要再像我当初是用打火机把它烧。真的，我用打火机烧就整个布都烧起来。而且烧完还有技巧哦，有没有？
一烧的时候还赶快这样捏捏，捏出一个零零角角的，代表是可以融在一起，有没有？真的，就是在我们站真的是你的手真的是万能哦。哎呀，这都是我当兵的时候学的。哎，听完老师这样讲解很厉害，对不对？对。其实这里面都有一些小技巧。对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些技巧大公开。没错，现场实战的时间又来咯。是的，今天老师要来教我们大家怎么修改，对不对？对对对，简单的小修改。好，我们请同学来啦，也要一起来实地操作一下，好不好？那我们请那个阿拉斯跟我们的小美，请朱丽叶老师，我们移到我们左边工作区这里。加油加油，小美加油！要比赛部分吗？对啊，那你们把你们要改的衣服都拿过来，同学们快点哦。来，老师，我们一开始在做之前，是不是有一些桌上有一些很多工具嘛？稍微介绍一下，在这个部分大概会用到些什么呢？一般的话，我们需要的就是手缝针嘛。如果说没有缝纫机的人，手缝针是必备的。那我来考一下各位同学，手缝针的话是应该针越长的缝的越漂亮，还是越短的缝的越漂亮？谁举手？哎，阿布斯，我是习惯用比较短的。正确哦，对对，因为长条是他真的很会缝才知道，还好啦还好啦，马上谦虚不习惯，因为针短挑起来的针目它会小，然后针距越小，当然缝的就会越工整越漂亮，所以针一定要短。拿着越短的话，那表示你的技艺越好。除了针以外，就是线嘛。那线有两种，一种是车线，一种是手缝线。OK。好，车线跟手缝线有什么差别？对。车线在缝纫机上的，它线比较细。那手缝线的话，它线比较粗。所以我们今天会用到的是两种。如果用通常的话，一般那这样又有一个问题再问问看的。线粗的缝的比较老，还是线细的缝的比较老？请举手，珍珠。粗的，还有没有答案？还有没有？世杰不是细的，对，因为是粗跟细嘛，所以应该细。一般人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就是说，它线越粗应该是越牢靠，其实错。要细线才能够缝出漂亮的针目啊，不管是用缝纫机或手缝。我们先教最基本的改长短。好，先教改长短。好，对。那大家应该会想说，改长短很简单，对不对？对啊。那你们有没有经验改的一边长一边短？有，长。先说什么经验？就是每次因为我的腿哈稍微的短了一点，但是很多时候都要修改裤子，然后每次他们改都是先改一边改好，就是先量一边而已，对，然后就直接用这一边去量另外一边，然后可是回来之后那裤子就会就是有差一点点这样子。怎么样找专业的修改师？真的吗？对，妈妈，不好意思，我跟你先问啊，我应该先问清楚，跟妈妈说抱歉。怎么样修改裤子才会齐，才会像一个专业的修改师一样？其实你看嘛，我们人都是两边平均嘛，手两只，脚两只嘛，对不对？然后裤脚应该是两只，是不是应该两个一起弄？对对哦，所以要两个一起弄，不是因为你们都通常会改好一脚再去改另外一脚，就会长短脚。改裤子的话，第一个的步骤就是把中心线抓出来，前面的中心线啊，那前面中心线怎么抓？我们旁边有线嘛，侧斜跟内斜，把它对齐。仔细看喽，小美这边旁边有另外一条，对不对？对，这条线把它对齐，然后中心线抓出来以后，来，我摆这边。裤裆这里不是有一个那个裤裆定点？就裤裆到最后。对，你把裤裆的定点抓好，摆平，然后再把另外一只脚也一样，同样的方式，对中。至中。要至中就对了。对。所以就是它的。先从它原本的板的车缝线去把它对齐。对，然后为什么说要抓这个裤裆呢？裤裆你如果说至中有抓的话，两边是不是一样长短？一样长。你如果没有抓这个点的话，你随便一拉，然后它就会黄了。对，就会跑掉，然后你这边切的就一定不整，就一定会不等长不整齐。是，所以裤裆的那个点一定很长。小美这边还好吗？一定要对。小美，你那边裤裆是有两个点。我这个时候很需要妈妈。接下来呢？缝线以后才剪掉。然后还有是要画线吧？要先画线。好，画线就要用到我们的色板了，对不对？还有，就有画粉，然后画出你要的长的那个长度。画好了以后，再把缝混的线顺便画出来。
然后剪刀就从红红的线剪断，剪断以后你们一定认为说这样就可以去车了，对不对？对啊，没有啊，不然呢？那要不然怎么办？照着你的缝线先把它烫整齐，还要烫过，对。哦，照着你的缝线先把它烫整齐，烫好了才可以去车。如果没有烫呢？如果没有烫，你们经常看到你车回来的裤子是拽拽，拽拽是皱皱，哎，就是好像，对对对，好像是皱皱，拽拽那个是叫卷卷，有点这样子，有点很憋这样。有。好了，说了这么多，同学们还是赶快进行实作吧。平常都是妈妈在帮忙修改裤子的，阿拉斯和小美今天第一次自己上场，虽然很认真，但是手脚还是有点不顺哦。不过看在他们这么努力的份上，加上老师的细心指导，相信今天他们一定可以自己学会修改长裤。老师说，车缝前一定要先把裤子烫平，而且是要用按压的方式，这也是修改裤子的技巧之一，同学们要记好哦。看阿拉斯小心翼翼地使用缝纫机的样子，还真的是有趣呢。眼看他们就要完成喽。好，现在这个缝好了，对不对？对。那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要用熨斗去熨平了。嗯，对。好，真的是非常的简单又易学。哎，老师说用压的，用压的。对，哎，差一点就要纠正他，你就用撸的嘛，用压的，哎，用压的，好，各位，这样两边熨烫完成之后呢，就改好我的裤子，嗯，对，这个还真的蛮易上手的，好了，对，好，其他就是几个简单的步骤，大概四个嘛，嗯，耶。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来给我们看一下，拿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平？有平吗？有平吗？有平吗？有，你终于不用长短脚了，两边都有平，有哈，也再也不用长短脚了，好看呢。好了，同学给他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一下。可以教妈妈。好啦，非常感谢。这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用那个，比如说你过长的裤子，把它修改短的这个部分。没错。其实呢，有分手缝跟用裁缝机缝。对。那这些只要注意一些技巧，然后一些怎么熨斗啦，这些诀窍要抓住之后呢，嗯，相信你也可以自己在家里修改这个长度，不要再花钱了。真的，真的要环保哦。待会再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电视夜间部。哎，这个裤子来讲好像还蛮小，你真的很瘦。这个不是我的裤子，因为我的裤子都很好看，我偷我姐的。你看看这两个大男孩同学，一般应该没有时间让你们在这边用针线缝来缝去的嘛，对不对？之前也是有在就是学珠绣，哦，刺绣。你看他的手势，别看我这样那么 man， 我很贤惠。十月份开始，晨间主语新闻将带给您悠闲的、最生活化的部落讯息，让大家用最轻松的心情迎接崭新的一天。欢迎你收看晨间主语新闻。午间主语新闻一答，严选重要讯息，以主人观点解读诠释每天的重要新闻，让你掌握每天的新闻重点。晚间主语新闻除了要带您快速掌握国内政治、经济、民生新闻，更要放眼世界，掌握国际脉动，让您从部落出发，放眼全球。
夜间部。同学些什么呢？我们呢修改长度已经知道怎么修了，对不对？对。现在我们要进阶版了，嗯，就是要来教各位如何用牛仔裤、不要的裤子来做成一个手提包。哎呦，厉害了！而且今天我们这边有准备三种款式，刚好有三位同学来拿出你们要做的款式来给同学们看一下。这都是你们自己想要学的嘛，对不对？对，跟妈妈包啊，很好用。好，那我们从思杰这边来开始。那我们请老师来跟讲解一下，哎，思杰他现在要做的这个样式的包包有哪些缝制上面的技巧，要跟同学说明一下。该注意的。这个包包还蛮简单的，就是比较难的就是下面那个折那个角度你要抓准的话，然后 OK 都 OK。哦。那其他就只是要把它缝密合起来就好了。对，就缝密合就好了。上面还是它的开口是缝一个拉链，是不是？嗯，开口没有，我是用车子的那个立字缝的装饰线下去装饰，它没有拉链。哦，就看起来好像拉链了。对，就是只是在那个做一个装饰而已。所以这个也是很简单就上手的喽。对，只要车一个摸字型，就 OK 了，就 OK 了，你看看。哎，思杰，你今天有准备自己的牛仔裤的，对不对？对啊。所以你今天的颜色是跟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成品是不太一样的，是比较深色的，对不对？你跟同学讲一下，你是剪哪个部位来做包包？因为我的裤子它已经就是有坏掉了，所以我就直接截取这上面的这个部分，可以做成这样的包，所以是小腿裤管的部分。对对对，小腿裤管，然后搭配衣服的那个图案，然后把它贴上去，然后看新的效果。好，那就请思杰这边就先进行喽。那就开始做，你开始做啦，马上开始做。来第二位伟鸿，哇，model 的部分，这个因为伟鸿他也是 model 了哈，所以他都会用这样子专业的态度来去秀他的包包，台湾原风采。好，那我们请老师来告诉我们，伟鸿这个款式的包包呢，有哪些制作上面的小秘诀？这个它只是完全用前面我们裤子的前片，所以你只要把牛仔裤的前片前半部剪下来，一样是缝一个摸字，但是就是一半个摸字，因为拉链地方我们保留。那一样那个缝摸字，然后把两边的那个皮绳绑上，这样就 OK 了。你看这个形状哦，做起来也是蛮好看，而且它很像阿鲁夫阿美族的情人带。对对，就背在我身上。哇，很会的。加个铃铛，然后流苏。对啊。想必他已经有想好了这样子。伟鸿，你今天自己准备的就衣要改造的材料，给我们同学看一下。还有那个线。这个裤子来讲好像还蛮小，你真的很瘦。这个不是我的裤子，因为我的裤子都很好看，我偷我姐的。你真的很过分呢，偷你姐的。不会，他很会利用材料啊。好，他就是你看，他就单片嘛哈。来把它摊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它上面已经有一个前片而已嘛。来，它是剪前面。这样其实同学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是裁剪哪个部位的，再看一下，还保留口袋是这个样子，就是哈，就要把我们这个地方，剖成一半，然后剪开，只要这前面这半部，所以老师说叫前片嘛，这是前片的部分。OK， 好，那这样子伟鸿，我们就可以开始直接做喽。好，等一下期待你的作品。再来，部落妈妈代表阿布斯，我的东西哈，这个很明显，这是我产前的，真的很大，差太多了，所以穿不下了嘛。对啊，刚刚老师有说就把这边全部先剪掉。对，那待会会做成的包包的样式是长大概长什么样呢？跟我们同学看一下，看一下，就是像这样。哦，可以放尿布啊，放奶瓶哦，很方便，很好用。那然后老师刚刚也有教我说，像有的小朋友的衣服啊，已经不能穿了，刚好这也坏掉了，我就把它撕下来。对，然后等下就对，搞不好等下就可以就缝上去，对，缝上去，对。阿布斯，你这个包包借助教一下。好，老师，我们讲解一下哈，它这个包包啊，要缝制的重点在，好像这个裤脚的部分，对不对？该注意的一些东西。该注意的话，其实比较麻烦的是前面中间我们裤裆的地方，因为它会比较厚，我们比较厚的东西都把它去除掉，就是多余的厚的布料都把它清除剪掉，那变成平的，然后它既好做，然后又好看。然后所以那侧边呢？侧边都没有，就保持原裤子的样子。你要把它再缝起来。对，
他叫阿布斯嘛，阿布斯，对，你看阿布斯的裤子有没有？他原本的通通都没动到哦，连侧旁都没有动到，只是把它剪短，然后把裤裆不要的地方、多余的地方剪掉就好了，厚度的地方剪掉。然后他有抓一个缝缝，哎，对，那个是把底缝好，因为我们再抓一个角出来，这样就好了。我在想这个角应该是有难度。对对哦，待会可能要请老师再稍微讲解一下。阿布斯在做的时候，这个时候要赶快趁时候要问老师。好，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同学看到，其实你也可以赶快把这一些步骤呢都把它记起来，对不对？有一些不要的衣服啊、裤子或是牛仔裙，就可以像阿布斯一样这样做出一个漂亮的包包。没错，如果说同学们你们来不及看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都还会再有今天的重播，然后还有详细的制作内容哦。对，资讯都会在那上面。没错。好，现在那个思杰这边进行的，他是在两边在拼贴的部分嘛。好，好，老师，其实你可以去那边稍微看一下同学有没有需要指导的地方，地方做错了，然后缝起来，那个包包还要漏一个洞，有没有？对。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像这个啊，绳子啊，皮带啊，是要怎么抓它的角度？抓它的角度，对，你如果说袋子，对，哎，要看你喜欢的包款哈。如果说你觉得你织带想要有呈现三角形的话，你这个织带的那个要剪斜的，角度剪斜的哦。那我可以直接帮它剪吗？缝起来就会剪一个，直接把它剪斜的，好，然后你剪过的这个织带哈，它会毛掉。你用打火机或者像那个阿布斯这样，用那个胶布把它粘起来，固定起来，它才不会毛掉。是，好，它会继续毛掉。那因为它剪的这个斜口，然后你这样车缝的话，它自然两边的斜口，它自然就带子会呈现一个三角形的形状。好，来仔细看一下，不知道镜头带不带得到哈，这个斜面部分。它这样子搭上去之后，它整个是跟裤子的那个缝线是切平的，平行的，有没有？然后背的时候，所以是斜的。对啊，老师就是符合人体工学的。对，肩带比较不易滑落，我们有时候背包的时候经常会滑落，因为它就是直线的，它就比较会滑落，这样就比较不会滑落。所以我们要先缝下面的部分，再把背带缝起来，对不对？然后请老师这边可能要帮一下阿布斯抓一下那个缝缝的部分，就是这边刚才那个脚的部分，脚的部分来，我们要缝的时候，师姐你有问题是不是？有个问题想先问老师，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缝到这个直角的这个地方啊，很容易就是缝不好，到时候都很容易从这边破掉，那是譬如说我缝到这个位置，那个地方，如果缝角度的时候要多回一针。也就是说，两边的角度都勾多兜回一针补强，对。然后正常的手缝的话，要用回针缝。没关系，我们现场好像有缝纫机，刚好可以来做一个补救的动作。对啊，这个因为师姐跟那个伟宏他们做的比较稍微是有点手工上面的技巧，对，都是用手缝的。对，你看看这两个大男孩同学，一般应该没有时间让你们在这边。用针线缝来缝去的嘛，对不对？其实有一个人一直很安静，就是拿出专业态度的伟宏。之前也是有在就是学珠绣，哦，刺绣。你看他的手势，你看我这样那么 man， 我很贤惠。你很贤惠，是不是？我看得出来。哎，这一次你在缝衣服的时候，缝那裤子的时候，好，小拇指怎么没有翘起来？没有，你看他的手势，其实还。脚趾头在翘来，因为我穿新鞋。脚的部分。好啦，不要再开玩笑了，快点做同学。来。其实伟宏开玩笑归开玩笑，大家仔细看他的手势哦，他是平常有在做针线缝，那个针线活的。你缝好了？你缝好了吗？对啊，太快速了吧！你待会要给老师看一下，好，那要给老师检查，因为老师现在在帮阿布斯用那个缝纫机缝那个边边，好，上面应该还要再补缝哦。你看那个老师吼，刚刚偷看了一下，然后现在是面带微笑的，哦，应该是有一些些的瑕疵，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再来一个一个解决，这样。太长了，哎呀，太长了！你这个你可以对折啊，这部分。那个伟宏，这边小美快点给同学点意见吗？打蝴蝶结，不填不填什么问题？变短。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要缝这种东西，是不是我们要从内侧来缝才对？
我喜欢从外面。是。哦，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问一下老师。所以我刚刚突然想到，那个线如果真的太细的话，可以三条，然后变成一个辫子。它其实那个线有个造型这样。其实都可以吧，我在想，因为这都是你自己的创意啊，对对对，对不对？你想要有一条线的背带，两条线背带，甚至十条线的你都可以。但是像小美刚刚说那方式有一个好处，因为你缝成三，你编成三股辫的话，它比较能够承重，对，它比较重，对，很好，有意思的这个，你看看。就像我们现在要缝那个它的这边角的哦，这个很重要，老师可以稍微讲解一下哈。当你要缝对角的时候，你把布抓平，然后画出一条水平线，中心线，再把这条水平线打开对齐你刚刚车缝的缝线，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包的角度就会正，不会歪掉。因为它是真的是就是对正的角度都是直角的，这样就不会歪掉了。原来然后你先把一边的你要的底，看你想要多深的底，你就画出多深的尺寸。比如你要底要两英寸，你就在量丈量这个平行线是两英寸，那底就是两英寸。所以看你自己要抓多少，你如果要宽一点，就往下再画一条线。对对对，没错。这个部分老师讲解的非常清楚啦。对，然后同学们现在也如火如荼的在做啦，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再看他们的作品，待会再回来我们最精彩的电视夜间部。很豪迈的，直接用皮带来装饰，豪迈。再很可爱的放一下一个，放下我的图，就是一个 logo 这样子，很可爱。如果我带铃铛的时候，我就可以 shaggy 啊。这个去市场看高丽菜，都可以用哎，很好用。尿布啊，奶粉啊，然后你看可以当零钱。跳就对了，跳！要是对口就对口，你没有打到我，放神呐！哥哥，我问你哦，你为什么喜欢跳舞？因为跳舞让我觉得很开心。这是一个擅长在极地气候生存的民族，这个民族熟悉极圈的环境。最后，出发，开始起剑，在上面的皮上画出的这条伤口。时间了，我们从师姐那边先开始。好，师姐就是很豪迈的，直接用皮带来装饰，豪迈。再很可爱的放一下一个，放下我的图，就是一个 logo 这样子，很可爱。稍微讲一下幸福华木村呢，哈，就是希望这个一个可以带给大家幸福的一个地方。大家看到我的包包就觉得啊，好幸福哦。哎呦。
你在缝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问题？有啊，那个就是它边边角角会比较很难缝，因为很硬，嗯，对吧？后来老师有帮我用，譬如说用那个针，可以先扎那个一个洞口，你就比较好去做穿线的东西。是是是，你看，其实，在缝的时候就会自己缝，就会碰到一些问题。那还好，今天有老师可以教你们。对啊，对啊，对啊。哦，好，来，我们来看伟宏的，来秀一下。哇，流出的部分，跟你的衣服有搭哦。对啊，因为我喜欢流出。看到伟宏的个性。流出啊，花边。如果我有带铃铛的时候，我就可以学给。就是如果你有多一点的材料，比如说铃铛，你也要加上去就对了。对，其实这也凸显出就是可以用自己想要做什么，你想要把它做什么造型，这都是自己的创意啦，好不好？哦，我比较期待阿布斯那一边的嘞，可爱对不对？对，阿布斯来看一下，稍微介绍一下。对啊，你看这个。去市场看高丽菜，嗯，都可以用哎，很好用。尿布啊，奶粉啊，然后你看可以当零钱。凤姐是还有我小宝贝的那个，对，这个真的好贴，就整个就好可爱了，嗯，超可爱的。你试背一下，看。对，它这边刚才就是老师就是讲的那个比较难的部分就是这里，嗯，对，然后反过来看好了，嗯，它缝起来会变这样，哦，有点三角形，哎，是。老师也有说，好像还可以再放个布，对对对，一布这样子。哎，我觉得很好用，很好用哦。对对对，我觉得马上可以用。困难度是这个是算，我觉得还蛮简单的。真的这么那么好嘞？上课还有礼物可以拿，自己做的，一定好啊这个。真的。好了，谢谢同学们，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接下来呢，哎，我们今天其实讲到了，就是除了修改的部分，还有一些就是牛仔裤的部分嘛。老师好像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素材都可以拿来做旧衣的改造跟回收嘛，对不对？对对对。老师这边有带了一个图卡啦，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善用可再利用的资源。来吧，嗯，老师来。其实上面写的这些东西，在我们日常家里几乎都会有，嗯，从你旧衣服上面都可以取下来。那我们现场三位同学，我觉得他们就用得很好嘛，嗯嗯，哦，都是从旧。旧衣用上取下来的，是的，像纽扣啦，或绳，线或绳啦，基本上提带来用就很好用，纽扣做装饰用，对，然后很重要的这个哦，各式配件这一个啊，比如说旧皮带上面的五金呐、啊，或皮带啊，像我们刚刚那个不好意思，那个同学名字忘记，哦，你说师姐吗？师姐，对对对，用那个皮带，哦，你看它也是旧皮带啊，然后就很好利用了。然后我们从上面看下来好了哈，啊，刚刚讲这个织带是。哎，织带的话哈，就可以利用衣服，有时候我们衣服里面，像女生的裙子旁边都有一个勾勾勾裙子那个哦，你剪下来那可以当装饰，你配上你的绣花啦或扣子，那就是很好的装饰。哦，那个蕾丝呢？哎，蕾丝的话，蕾丝很好用啊。对。因为它装饰起来就整个就会有很浪漫的感觉，对对。所以我穿 T 恤，我还可以直接把那个蕾丝缝在那个领口上。可以可以。女朋友会叫你缝。我觉得其实这上面看到的材料有一个材料，同学们应该会比较熟悉，就是刺绣的部分，尤其是伟宏，对不对？真的。对，就是刺绣啊，白布蛇啊，白布蛇嘛，对不对？台湾组有很多就刺绣的图案。老师，这个刺绣的部分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要怎么用在旧衣。改造的部分，对，刺绣的话，像我刚刚有介绍那个一件那个 polo 衫啊，其实 polo 衫本来就很平凡，没有什么嘛，对，你就是利用刺绣，然后用一些很简单的绣花，不同颜色，然后就可以对出很漂亮的图腾了，对哦，哎，那刺绣这一块，我觉得他们应该比我还 OK， 没有啦，其实我们部落里面的族人呢，对这个刺绣其实相当了解，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图层都是用刺绣的，甚至我们还有那个珠串，对对对，用珠有没有？琉璃珠啦，琉璃珠，对对对，贝壳，还有贝壳，超爱的，还有钱币，这是我们自己族人最长的，从以前到现在的智慧，真的，哇，相当厉害哦，老师你不知道哦，去你那边看，电视验证簿就知道，你要常常看呢哈，哦好。其实有很多了。对，那我们这边再为大家整个复习一下，哎，总共有哪些呢？有现货绳、纽扣、织带、蕾丝、毛线、布标、自织布标、不织布、刺绣、手绘的图案、拼布跟贴布，还有各式各样的配件。是的，其实在这边有很多东西都是你在家也就可以垂手可得的。没错，有很多的创意也都是你自己做出来，对不对？对。那像现在我们老师。
它也带来一个算是你自己的创意做出来的，像是对，就利用包扣，然后去做出各式的那个装饰的东西，非常厉害。我们来看一下，就在这边，老师今天带了很多成品，对不对？对，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了。好，我们从这边开始好了，从项链开始。好，嘿，这个哈就是利用包扣去把它拼凑成一朵花。可爱，对，然后有写名字的部分吗？老师你知道吗？它就叫珍珠，对啊，所以这个好珍珠的意思就是好适合它。这完全就是用包扣，然后跟木头珠，然后去搭配而成。这个也是包扣的套片去做的，大包扣加小扣子，然后就做成的装饰品。然后这个都是大包扣去做成，然后就像你们应该很 OK 刺绣嘛，就上面绣上图样啊，图腾。像我就绣蚂蚁啊，可是我绣的不漂亮啊，应该看不出来吧？哎，真的嘞！我是绣蚂蚁啦，然后就稻草蚂蚁。它绝对不是蜘蛛哦。而且老师其实有运用不同的材质，像这个是皮的，皮的，它这是皮的，然后这个是布的，对不对？对。还有大武士最爱的蕾丝，没有，不是我最爱，我是很，我是欣赏蕾丝，我不是最爱的，但是也是蛮好看的啊，你看它，对，胸针啊，对，它其实很别致哎，我好喜欢。这个部分呢，其实跟我们有时候在看有一些族服嘛，对，上面的一个制作方式是蛮类似的，因为它旁边是一些珠珠，对，对不对，老师？对，然后就加个，就变成发圈然后这个是就变成发带，小朋友的发带，这个要特别讲一下。那个这个是现在马卡龙，超可爱。对，你们知道什么叫马卡龙吗？知道。啊，就是一种食物，对，它是一个很甜的、很甜的一个小甜点。对，然后它做成这个甜点的形状，很别致，对不对？是，那个当吊饰，然后里面可以放零钱，放个铜板都可以。老师，那我们现在要直接要教同学，先示范一个比较简单的包扣的做法，对不对？对，对，这个就是包扣，包扣哦，就只有一个这样塑胶，然后它会有一个套片。那因为我们今天叫胸针，所以我们不用套片，好，就直接就这样子。然后你找出你布料你要的位置，比如说你要什么样的花色，你可以自己去找。先把它包上去。对，先把它包上去。哎，你看有很多点点嘛，你是选择两个点？我就选两个点。好。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图案，对，看你喜欢哪个图案，没错没错。线哦，就缠上去就好了，对，就缠上去，把它绕紧。其实我说实在，这样子的包扣拿来当胸针真的很漂亮。对啊，而且你不是只能别在衣服上面，像我们一般，我们背书包，对不对？以前不是都会别一些别针吗？然后现在就可以别自己做的包扣。不只是别东西啊，我们还开天窗呢。挖洞吗？割破啊！割破还可以打开。真的，那个自己 DIY 的部分。真的吗？真的。绑紧以后，不好意思，来绑紧以后，把多余的布料剪掉。好，剪掉来给大家看一下，给我因为电视机前面的同学要学一下，清楚一下哈，我们稍微看一下，有没有？它就是这个样子。这样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包扣已经完成了。对，就一个简单包扣。这时候你想要蕾丝就加蕾丝，想要花样你就加花样。好，所以老师今天要再帮我们再加上另外一个不同颜色的布料。对。先把那个眼镜戴起来，就泄露我的年纪。不是不是，这不是不是，因为要做的精密一点，我们这个等于是那个了，高科技产业，高科技的放大镜。高科技。那你想要什么花样，你就把它缝上去。哦。它这样会有一个造型哎。对。老师其实已经先把它剪成圆形，然后再直接折成很像耳朵的形状。对，像耳朵的形状。等等，嗨，我看这个老师这样子一直在缝啊。其实我就想到那个以前那个古装了。古装。古装片不是都会有那个缝完有没有刺绣？缝完之后会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头皮痒吗？不是头皮痒啊。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个题外话，我们稍微聊一下。好。因为我们头皮有油脂嘛。对，他要把那个针头刮一点油，有没有？你说润滑，这样它会比较好过线，这样子。过线之后，你知道以前的线，老师那个线是不是有加那个蜡油？对。他是为什么要加那个蜡油？
就是要让线比较不容易打结哦。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以前人的会刮那个头皮油有没有？一穿过去之后还是会有油在布上面，还有头皮屑的部分吗？那个绳子就不会打结了。哎呦，你看过还有这样子的，就叫。然后看过这样子，然后还舔舌头了。老师，我们这边做完了之后，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固定跟包覆的工作吗？对，要把这个好要做一个打损吗？还是要剪掉？剪掉哦，剪掉之后，然后我们用布织布用个别针，把它粘起来，就完成了。对，哇，很棒的，又很简单，对不对？今天非常谢谢林老师来教我们这么多，同学们一定也吸收很多，对不对？是，谢谢我们林慧美老师。谢谢老师。电视机前面的同学们也不要忘记要收看我们的电视夜间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8点。另外，你们对所有的同学或者是主持人或者老师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去哪里呢？导师可以到我们的电视夜间部的官方的粉丝专页，对，然后那边你有什么东西都可以在那边跟我们分享，甚至你今天看到的任何的资讯都可以在我们粉丝专页上面看得到。没错，当然要请大家给我们按赞，真的好，快点来按赞，然后给我们支持跟加油。是的，那今天的节目也要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跟大家说声拜拜，下课咯。地区发展条例通过，立法目的包括政府必须要推动花东产业发展，维护自然景观，发展多元文化特色，提升生活品质和增进居民福祉。昨天对于花东发展400亿经费运用有什么期待呢？11月19号花莲静浦活动中心让您发声。瑞穗温泉特定区计划案被花莲县府写进东发基金400亿的规划蓝图当中，但万荣乡红叶村占温泉区1/3面积，当地族人表示未取得知情与同意，漠视在地族人知的权益，并且有80%左右族人反对纳入瑞穗温泉特定区。11月20号，红叶村多功能活动中心让您说您想说的话。台东医疗资源原本就不足，有限的医疗资源却集中在台东市区，南回县只有卫生所和一些小诊所，当地18000多位居民很期待有一家提供病床的医院。原乡地区的医病比例及医疗资源严重不足，长期存在健康的问题，相关单位该如何解决？11月22号，台东大武乡大鸟活动中心，请听族人的心声，连接部落与部落，原地发声，呈现在地观点，敬请锁定。